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这节假日第一天，我就收到了大量粉丝的视频投稿，说牧童呢官宣了，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一次兴奋，我听见心跳在扑通，一口脉动是夏日清爽的微风，原来是白头水蜜桃双倍的感动。好家伙，甜的不得了啊，确定呢是真爱无疑了。之前呢也有粉丝给我投稿过，让我来说一说，不过那个时候牧童并没有官宣，没有官方承认的事儿，咱呢也不能乱说，对吧？不过现在呢已经官宣了，所以我就做了这期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牧童的官宣视频里其实是有亮点的。就这个图片，牧童和马老师竟然是同一天生日，这也太巧了吧，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且呢还是同一天生日，简直令人羡慕不已啊。同时呢在第一时间也有大量的游戏主播都在评论区给牧童和马老师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太甜了，我吃饱了，好幸福，九九，祝老马童哥九九，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也是啊，这一个又一个的大主播公开宣布恋情，真的是羡煞旁人。你们说，这啥时候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可以遇到这么甜甜的恋爱呢？其他的也没啥说的了。视频最后呢，祝牧童和马老师长长久久，一辈子都要在一起哦。好了好了，我是07号，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